想交个时间啦，就俾咧我个朋友啦，阿 Emily，Emily，请你开麦啦。Hello，好啦，好，订选咗你先，好啦。咁咧，我就想咧交翻个时间啦，我介绍下 Emily 出场啦。Emily 而家咧就喺我哋澳洲嘅珀斯嘅，佢同我住，我就住南边，你就住得北面嘅，系啦。咁咧就咧，佢系一个家庭主妇啦，都系嚟自香港嘅，啱啱移咗民过嚟澳洲几耐啊？年几啊？嗬？咪啊，7个月咋？1个月啫，好啦，7个月，好啦，我交个时间俾阿 Emily，你去同我哋去做一个分享啊，好唔好啊？你今日好似带埋阿仔仔嚟，系咪啊，喂，阿仔过嚟啊！啊？OK，好，你等阵先啊，你又想过嚟？我有3个小朋友啊，哇，犀利啊！系啊，咁咧呢个Hello。今日我所讲嘅主角，你好，就系阿大仔啦，系咪啊？第二仔好，啊，第二个仔，好，系我交啊。个时间俾你同我哋分享下你用 Lightweight 嘅过程啦，或者阿仔仔都可以自己讲下噶。咁用咗个贴片产品之后，对你前后有啲咩分别啦，或者系你哋自己有啲咩体验啦，好唔好啊？好啊，喂，你讲咗先，跟住我先再讲详细。你讲完可以仔帮仔你。点称呼啊？我叫 Even。Even，哦，而家你块面平滑咗咯，真系。冇你弯哋嘅。睇下嗰张图嘅嗰度嗰只眼咧，同呢两个位置啊，我哋由香港带到嚟澳洲啊，即历时咧1年啊，都唔退啊。跟住系而家开始咧，我哋应该系11月到，咁我哋贴咗2个月之后咧，佢而家冇翻转头啦，咁感谢主。剩翻少少印咁样，应该好快就靓仔晒噶啦。呢排咧又天气又转，开始凉凉地，佢条颈又有啲咯咁样样。但系因为佢真系一个好慢性、好长时间嘅病患啦，咁所以咧佢冇咁快好。咁你哋可以对翻喎，睇翻佢之前咧，左边啊，左边咪有系。烂到啲蚯蚓啊，一大笪一堆咁样啦，系啦。黄色啊，点点啊，反复咁样样嘅。咁而家咧冇水啦，同埋变咗系一阵皮肤嚟啊。呢位置，嗱呢啲位咧，成日周不时翻发嘅，都接唔见位，位。呢度，咁仲有呢啲啦，咁啊，成身咧都系伤痕，唔知打佢啊？俾 人毒打系嘛？唔知以为俾人毒打。成日分享就话喺学校冇朋友咯。前排咧就有啲同学啦，有啲即系呢度都有啲国内人噶嘛，咁啊就叫佢做巢皮碎哥。巢皮碎哥啫。唔知好听定好笑啦，真系嬲。系啊，但系而家开始好啲啦，咁样我觉得好开心，多谢 Susanna。唔好咁講，我都當日都係見到你 Facebook post 啦，就係話阿仔仔啦，佢個皮膚問題又開始翻發啦，咁嚟到之後又識唔到朋友啊，咁我就有個感動啊，我不如揾下你啦，咁咁啱原來你就睇緊我啲資料睇咗，都考慮緊，日。但系又好似好冒昧咁打俾你咁，好奇怪咁样喎，咁样，点知你打俾我先喎？系啦，梗系好奇妙啊！我哋呢一个相遇系嘛？系啊，大家仲要一齐都系香港去澳洲。系啦，咁样，咁啊，我哋大家系你讲。咁咧，因为我仔仔咧，2岁几我就发现佢有自闭症。咁咧就我哋去咗做啲 training 啊，咁样样嗰啲啦。咁其实佢成日都本身佢已经都系有啲湿疹啊、哮喘啊，咁样样系啲过敏性嘅儿童嚟嘅。咁啊变咗咧，佢咧一有湿疹咧，佢就誓死拗嗰个位，拗到咧唔见血、唔见、唔提即系要感觉到唔痕佢先至停手啊。咁我长期都同佢剪指甲，剪到咧。指甲要去到好边啊，令到佢唔好有机会俾佢识拗啊。咁变咗咧，有一段时间咧，佢系好啲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啊有呢个哮喘啦，
咁咧去哮喘嘅时候咧，有一次系夜晚急症啊，入去医院咧要闻气闻五次，喺将军澳医院我都迟个头咧，连救唔到佢嗰只，我到咧连咧银包都留低咗喺个车度，即系。證明是很害怕的情況之下這樣、然後後來啦、我們就聽人說游水呢可以令那個哮喘呢會舒緩回，跟著就那時候兩三歲就開始讓他游水，游下你發現呢，因為他、游水就令到、哮喘好一點，但是呢濕疹呢就開始來了，因為可能那個泳池呢的氯氣啊系啦，影响咗佢啲皮肤，尤其啲接位啊咁嗰啲。咁嗰阵时系得呢啲位系有，咁我哋都会睇医生啦。咁啊，喺嗰个医院咧就由哮喘科儿童病咧就哮喘睇到咧湿疹。咁啊，以后就变咗咧长期睇湿疹就少咗哮喘咯。咁跟住之后咧，后来佢又因为佢自闭嘅同小朋友啦。咁佢讀書都比較叻嘅，咁佢去到小三嗰陣時咧，老師想佢入精英班，咁但係當時佢自理能力唔係咁好咧，咁老師我哋同老師講就不如順延多一年，睇下佢學好自理先至入去精英班啦。咁點知佢都係讀得好好啦，咁老師因為考咗第一咧，老師就一定要執佢入去嗰班啦，冇得即係冇得等啦。咁變咗咧，佢入咗去精英班之後咧，就開始爛到咧頭先嗰啲一路持續咁樣樣不停咁流水啊！即係我係心痛到咧，不如寧願嗰個係我啊，都唔好係佢咁辛苦。佢啲眼圈啊，全部黑色噶、即係壓力情緒亦都影響到個濕疹發。係啊，一嚟啲功課好多。做到好夜，跟住又要温书测验，不断咁样无限轮回。咁啊，跟住之后咧，应付完啦，咁佢就搞掂。咁但系啲湿疹就越嚟越劲咯。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嚟澳洲都一个原因就系希望佢唔使咁大压力去读书。咁所以我哋最后都决定走啦呢样嘢。咁啊，嚟到澳洲，我细佬就话呢度有一个神医。系成个澳洲咧，你去睇医生，佢都系多数都叫你去嗰个神医嗰度查药噶啦，咁样。咁我哋哇好开心啦，嚟到直情可以大查特查啦，长期复诊啊，长期睇啦，咁样。由七月，我哋七月四号嚟嘅，查到九月，我都系觉得佢冇太明显嘅改善啊。咁我哋移民咧就要带埋啲类固醇走啊，带咗成十几廿支嚟添啊，惊佢。查咁跟住查咗神医啲药都系唔系咁帮得到佢嘅，因为佢系慢性湿疹啊，系已经内敷外服噶啦，饮埋嗰啲俾埋啲药水去饮都唔得。咁啊，跟住有一日我就见到阿 Susanna 佢个 life way 好似帮到好多唔同嘅人，即系有时咧去到咧穷途末路咧，你就会谂。佢有咩方法可以唔使佢打针啊、食药啊之类咧，就可以帮到佢咧，尽量试下啦咁样。咁就系咁样样，我哋就遇上咗用呢一个产品。咁去咗用咗产品应该两个月咯，九月开始用，用到十。咁我一冇乜点样同 Susanna 你联络噶，因为我忙，咁我亦都喺一路睇紧佢个进展。但系咧，我嗰时唔系好识用咧，我系咁日日咧用谷光金泰，日日排就知道。我咧知道咧谷光金泰，因为我哋有食 supplement 咧，谷光金泰系排光毒啊、排毒啊、排乜毒乜毒。哇！点解仲劲啲？我有冇发毒？哇！我直情咧眼都唔见猪头，系发到猪头咯，眼都唔见埋，连老师都忍唔住咧，就同佢哥哥讲，因为当时佢同哥哥一齐。咁老師就話：不如你俾啲益生菌去食啊，或者有個皮膚科醫生我哋睇開啊，咁係咁俾啲資料啊，哥哥再帶翻嚟俾我。咁其實啲老師又以為我仔好曳啊，因為佢呢啲眼角位咧
同埋呢啲位咧，直情似人打交咧。十哇，系啊，前面呢、這个系咪成日俾阿妈搣啊？烟头，我好爱佢啊嘛，点会搞到咧出街咧又好样衰、啊？即系咧啲人咧就会望啦。即系好彩我三个里面得一个系咁，如果唔系，佢真系以为我咧约儿啊。约儿啊嘛，你。你唔见过呢啲咁嘅眼光咧，你系唔会明咧嗰啲人点样，唉咁样样咯。咁所以两个月之后，咁啊真系好惨啦，系咁发啊。所以咧，我哋用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系咁用呢个谷光咁，要用配合伊人同埋隔住用，用 X 三十九。系啦，后来我问啦 ，Susanna 先知 X 加三十九啊，或者一个礼拜用一次呢、這个谷光金肽啊。咁樣樣去排毒咯，因為我排得好勁啊。其實我以前細個咧都有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啊？風爛啊！嗯，我媽我一直都纏繞我好耐啊。後來我媽日日都整嗰啲蒸蝦，我食咗成個月之後發到豬頭，我有曬藥，有曬嘢搽，跟住我而家冇翻轉頭啦。有時咧啲物極咧就必反嘅，咁樣。变好翻咯，咁样样，咁啊，而家开始啦，咁阿仔开始咧，啲皮肤好啲，收晒水，咁就我哋都有照去游水嘅，因为咧，其实我知道咧，佢而家咧里面嗰个自身免疫力咧好咗，咁好咗，佢就唔怕嗰啲泳池嘅水咯，咁啊，跟住而家就康复紧咯，我唔系好见佢嗰啲水再翻出嚟啦，因为嗰啲。你見到咧，即係話佢唔會咁快好咯。嗯，啊，所以我見到佢啲相都係收乾曬啦，同埋啲瘌越嚟越淺色。係啊，我嚟緊睇下會唔會捱埋個冬天咧，就知道佢個成果會唔會好好咯。嗯，咁你繼續好似之前咁樣日日影住啲一堆相咁樣咧，一紮咁樣樣咧，可以俾我哋 keep check 住咧，就係、是、佢完全康復，連埋啲瘌都冇埋。係啊，我自己嗰次忍唔住，我就將佢整曬啲相之後，咪crop 出嚟俾你睇咯。即係我其實都覺得啊，真係好開心，好感恩能夠喺嗰、那個其實真係揾唔到個出路嘅時候遇到你啦。介紹呢一個產品俾我。又唔使打針，又唔使食藥，移民都唔使帶埋佢，帶幾張貼，簡單又可以解決咗佢嗰個巢皮碎過問題。都好多謝你相信產品啊！真係你願意去試啦，同埋頭頭就係日日用谷光金肽咧，就排到咁勁咧，你都冇失去信心啊！即知道我同你溝通完啊，要用翻呢一個嘅 X 三十九啊，同埋咧就真係飲翻多啲水。呢、這個重點就係飲水，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飲水同唔飲水嗰個效果啊？飲水咧，佢就我而家買嗰啲水樽咧係兩 lit 噶，咁樣樣就要佢成日都 keep 住半日之內要飲咗佢啊，咁樣樣等佢可以排翻啲毒咯。因為以前成日講話啊，會唔會食咗益生菌會令佢個身體會好啲啊咁樣？其實我發覺依個水嘅媒介係好緊要啊，因為佢唔夠水咧，佢啲細胞唔可以 carry， 即係好似糖黐豆咁，你黐我，我黐你咁樣，令到你個身體快啲修復啊。所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因为当饮了水之后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细胞去增加和排走毒素。是啊，那我觉得水就是这么简单，一块东西跟着加一个水，那就已经可以搞定了。我觉得最大问题是皮肤好了，它有得好的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啦。第二就是它那个社交，它本身已经不是叻了，因为它也是自閉仔仔嚟噶嘛，咁佢已經唔係好叻去同人哋溝通，而家再加上佢嗰、那個皮膚唔好咧，佢好影響社交噶。我記得有一次咧，哥哥個朋友個弟弟就問我媽咪啊，即係佢同佢媽咪講啊，佢咧啲皮膚咁樣會唔會傳染我噶？我可唔可以同佢玩啊？咁樣樣，即係嗰下咧眼淚都流落嚟啦，即係家長都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有說那句的時候，他不想掩著他做心，他都沒有心，是啊，所以如果
如果我的这个分享可以令到更加多大家面对着小朋友是湿疹或者大人自己是湿疹的呢，可以积极一点去面对社交的生活，还有有个好的睡眠质素，其实是我很愿意跟人分享这个美事啊。多謝曬你啊 ，Emily。同埋咧，我哋個貼片咧，記住嘅仔用咧，你觀察一下佢個社交能力，因為咧，我哋對自閉症都係有幫助嘅喎。哦，係啊。嗯。Multifunction。Multifunction， 因為佢係最主要係個 X39去啟動咗佢個腦，去重新排列佢入邊嘅啲 DNA 同埋細胞。你會發現佢可能係會社交上邊，佢會越嚟越好，同埋佢越嚟越願意講嘅。嗯，咁你可以观察下佢，即系嗰个情绪社交上边，希望下次再邀请你嚟分享嘅时候，就系佢嗰个自闭症都改善埋。啊，呢个跟一世嘅嘢，希望可以有啲改善啦。但系佢唔系好唔系好自闭嗰只嚟嘅，佢因为佢系比较中意啲课外啊。科學啊，嗰啲生事啊，嗰啲咁嘅嘢咧，唔係人人都啱同佢傾，所以係自閉通常都係有一部分係好資優噶嘛，係好犀利嘅資優生嚟噶嘛，係咯，所以咁，所以只要佢係改善少少社交，就犀利啦，就完美啦，perfect 啦。係啊，我濕疹我貼呢個位置，嗯，有呢個位置同嗰、那個。腳的這個位置這樣、嗯、我們只是貼這兩個位置，最主要貼這兩個位置，是都已經有改善了耶、yeah! 還有你這個呢，你這個是一個分享，你講解這個情況啊，上次、這個是我媽咪，因為我們這裡澳洲呢、嗯、很多蜘蛛啊、嗯、那我媽呢就以為呢被蜘蛛咬還不知道什麼咬樣呢，那就覺得咦有些腫喎、啊、然後過了四五日她才跟我說原來她被蜘蛛咬，然後呢那隻腳呢就腫到這樣，那我就幫她貼了一個、谷胱甘肽排毒，跟著後來呢她就說擠了一些那些血呢，她說結到像是我們每個月來那些嗰啲結塌塌咁樣樣啊，嗯嗯，始慢慢係啦，慢慢就消咗腫咯。咁但係佢都係要，因為蜘蛛毒我唔識點樣處理啦。咁我哋另外再睇西，即係已經睇咗西醫，再、嗯、去調理。而家佢好翻好多噶啦。嗯，非常之、啊，不過澳洲真係好多昆蟲。佢話出嚟嗰啲血塊係佢好驚啊。嗯。系啊，真系好恐怖，真系谂唔到俾蜘蛛咬嗰个情况。咁但系如果佢系连啲血都系有一个好结啦，咁谷胱甘肽啱嘅，因为帮佢排走一个毒素啦。咁亦都可以俾佢用 Eon 同埋 X39，可以俾妈妈试下，将底层嘅毒素都推埋出嚟，同埋将个炎症减低。哦 ，OK， 好啊，真系好行得走得。嗯，非常之好，今天都很多謝 Emily 你抽時間來跟我們分享，也都祝福你一個家庭大家都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希望你們在澳洲的生活都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每一天都平安喜樂。好啊，多謝你啊，多謝你今天的分享，多謝曬、嗯、好